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8面，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从八。八者，续命之力啊，知一切众生啊，知众生呢，一世乃至百千万世，姓名、受邀、苦乐等。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须弥通啊，对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啊，每一个人他生生世世在哪一道啊，他叫什么名字，他活了多久啊，就寿命，以及在那一道生活的状况啊，是苦还是乐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就好像有个记录一样，这个记录是非常微妙，大经上常说我们无论是造的什么业，善业恶业，乃至于起心动念，业系的种子都储存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像一个资料库一样，里面统统保存着，永远不会忘记啊。遇到缘呢，它就现行，它就起作用啊。种子不遇缘不起作用啊，就好比我们仓库里储存着五谷杂粮的种子，储藏的很多啊，有旧种子有新种子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种子取出来啊，把它放在土壤里，这个土壤有肥料啊，有水分，有空气，有阳光，哎，它慢慢就发芽了，哎，它就生长了。那到时候它又结新的果实了。这个是宇宙自然的道理。佛经常常说，法而如是，一切法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生生不息啊！啊，成了佛之后，自己的业消掉了，众生的业，他只要没有传，没有成佛，没有转世成智，那个生生世世东西都在资料库里都全查得到。啊，所以佛有这样的能力，在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教化众生，对于一切众生一清二楚啊，这是佛
教化众生为什么那么契机，有他的道理啊，对，他的底细太清楚了。过去生中他学些什么，他爱好什么，佛总是投其所好啊，所以佛对众生没有一定的方法。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禅，他就用禅方法教给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持戒律，他就用持戒的方法。总是你哪一种善根深厚，你就很容易接受，你会很欢喜，所以成就也来得快啊。总是说因材施教啊，啊，菩萨也有这个能力，比佛差一等啊，凡夫就没有这个能力了。阿罗汉以上的有这个能力没那么大啊，变法界他不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阿罗汉只能在这一刻大千世界啊，他不能出这个范围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娑婆世界也不小啊，要用现在天文学家的说法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也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活动的范围这么大啊。如果是三国以下啊，阿那含以下啊，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啊，那么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十信位的菩萨，七信以下啊，从初信到六信，他们活动的范围预计没出六道啊，色界跟无色界斯陀含行啊，这个初果二果就不行了，三果行能过到四禅天，到四空天是不去，四空天叫长寿天，那个地方人不相信佛法，所以叫八难之一啊。佛菩萨不会让你感应，他们那些人定功很深，都以为自己证得般涅槃了啊，所以他们所享受的是一种清净无为的法乐啊，无想定啊，比无想定还高，四空定啊，无想定是四禅定，那也是没法子啊，不亲近佛菩萨的啊，四空定亦复如是啊，根性比较差一点的阿罗汉，也就是斯陀含，他必须要通过四禅天才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啊，升到释迦如来的净土啊，四圣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所说的方便有余土啊，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
啊，对于这些境界里面的人，他统统清楚啊。超越这个范围，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如来的续命之力是变法界、虚空界，啊，统统知道。啊，我们了解这个情形，过去不知道。啊，起心动念里头有恶念，甚至于有不善的言论，有不善的行为，这些东西都是罪孽。啊，有些你自己造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们不读佛经，我们也不知道啊。知道之后要忏悔，要忏除业障。怎么忏除？后不再造，这叫真忏除，真正忏悔。后不再造是什么呢？阿赖耶里有这个种子，我不再给这个种子加能量了。我现在常常想这个事情，又给它加能量。啊，我不再造这个事情了，它的能量就减低了，逐渐减低了。啊，慢慢它就不起作用。啊，到转世成智才真正没有。啊，业障才真正消除。但是还有习气，习气不好断。习气断尽了，那就入常寂光。叫究竟圆满啊，真正洗涤干净了啊！我们今天了解这个道理了，不但恶的行为没有，要恶的念头都不起啊！我们看到许多学佛的人，甚至于我们自己同参道友。走的时候并不好，什么原因？就是这些不善的种子啊，过去今生呢所造的，业力非常强大，啊，业力障碍的往生，啊，业力一障碍，冤亲债主也就来找麻烦。业力不障碍，冤亲债主不会找麻烦。冤亲债主也都是有良心的，也都是有善根的。我们过去在新加坡看到，啊，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啊，陈光别在新加坡是个企业家，虽然。信佛很早，但是对佛法不知道，没有听过经。啊，一个大企业家，我相信他也没有时间去读经。啊，到晚年生病了，医生让他在家里调养，不要去管事情，这样才放下。啊，在家里养病，每天没事情做啊，所以就找李牧原居士。那时候李牧原居士是居士林的总顾，我在新加坡啊，我在那边讲经啊，他就要。录像带，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光碟，录像带啊，拿到他家里去看。他每一天听经八个小时，
不听经的时候，他就念佛，听了两年，两年，看样子好像他是预知时至了。他跟林木云讲，他想往生。啊，林木云要求你这个时候不能走，居士林的人事没有确定，你走了之后会一团乱了，那道场就乱了。但他就答应起来，好，他就不走。啊，这又待了两年，每一天还是照样的，8小时听经。清净之外就念佛，啊，那么居士林的人事也定了，啊，他这个林长就让给林木园了，啊，往生的前一天，找我给他做三皈。啊，我给他做了，做了三皈依，第二天他就走了。啊，我们没想到。啊，他在走之前，我听说3个月之前，他在一张报纸上，报纸旁边写8月初7。写了10几个8月初7，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没人敢问。他走的那一天就是8月初7，啊，说明呢，3个月之前预知时至，这要相当功夫啊！3个月之前晓得哪一天走啊？一般往生的，我们看到。多半是7天以前，啊，3天之前，他说的3个月是相当功夫啊，啊，让我们回忆到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往生1年前，跟大家说，啊，告诉大家，嘱咐大家，我讲经给你再讲1年，我就不讲了。啊，台中的同学听了这一句话，跑到台北来告诉我，老师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我就告诉大家，老师说这个话，1年之后他要往生。没错，1年他真走了。啊，老师1年前知道。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的往生。2年前知道，啊，派人到老家那去去修一个塔，将来自己往生的时候就入那个塔。啊，2年前在家里就造塔了。说明啊，念佛不是假的呀。啊，许许多多往生，你看着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不生病啊，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通通都知道自己晓得什么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干扰任何一个人，人家不要助念，助念太麻烦，啊，自己静悄悄地就走了。陈光别老林长走的时候有助念，我们培训班的同学4个人一班，日夜不断的跟他在一起念佛。
这是他的福报啊！啊，也是我们对老林长的报恩啊！有这么一个好的道场，供养大家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前面读过《人王经》上所说的世尊的法运，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人王经》上是佛自己亲自说的，这从理上讲，不是从事上讲啊，但是它也是事实。佛说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有人讲经，有人听经修行，有人修行正果，这就是正法啊。那我们在居士林这个时候就是正法了，我们每一天讲经啊。居士林有念佛堂，念佛不中断呐！啊，灵光别居士念佛念到欲知时至，安详的往生，这是正果啊！有讲的，有修的，有正果的，这是正法。啊，有讲经的，有听经修行的，没正果，没有正果的人。啊，换一句话说，对往生没有真正的把握，自己是在干，还没有把握，这叫想法。如果这个地方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没有人是真修行，这叫末法啊。所以正法、相法、末法，每个人不一样啊。这个人生在正法，那个人生在相法，还有人在末法，不相同啊，都在一起啊。这个说法好啊。啊，有讲经的，大家在一起听经，有人听经，心不在也。啊，人坐在那听经，心里想别的事情，不专心，不专注啊，甚至于他还有不正的之见，是吧？法师讲经不是为我讲的，是为别人讲的啊。有这种之见的话，他在哪里？他在末法啊，他住在末法。为什么呢？有讲经的，没有修行的啊。讲经专注去听，听懂了依教修行，他在相法啊。什么时候的欲知时至往生的时候，他在正法。所以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一刹那，那是正法。这个说法好啊，不要以为佛说了这个正法
一千年，相法一千年，现在是末法，我们感到很失望。人王经这个讲法把我们的失望就不弥补出来了。我们在末法里头的正法，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正法里头有末法啊，听佛讲经啊，不认真修行啊，那不就是正法的末法吗？啊，甚至这经典上有啊，世尊在舍卫大臣讲经，舍卫大臣那个时候的人口十万人，真是大臣，古时候十万人真是大臣啊，三分之一的人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认识，三分之一的人呢文明，知道有这个人没见过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释迦牟尼佛名字都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城里有释迦牟尼佛啊，在弘法，不知道。啊，这些三个时期啊，是同时出现的。啊，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的叫正法，文明不见面的想法，根本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的话，这不就灭法了吗？啊，四种同时出现的啊，我们要正法救助，是要勉励自己，我自己永远在正法啊，没有人讲经，我们现在有光碟啊，有录音带呀，啊，录音带现在淘汰了，都用光碟了。啊，我们还有卫星电视，啊，还有网络，啊，都可以利用这个缘分去听啊。只要是有能够听到经，自己真正依教修行，这就在想法啊。刘素云居士在过去我不认识，他修成了我们才知道啊，修了十年之后我们才晓得有这个人啊，修行的十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听他说的，他得到一部无量寿经的光碟啊，很早年间我在台湾景美图书馆讲的，他有手上有这么一套观点啊，那个时候这一部经大概总是一两个月就讲圆满了。那个时代我讲经是每天晚上讲一次啊，听众有一百多人啊，我们自己有这个录音的设备啊，主要还是录音啊，所以分量并不大，一部经讲完了应该是60个小时这样，60-70个小时啊，一个多月不会超过2个月讲完了啊。他告诉我，他一天听一个碟，以后转变为网碟了。一天听一个碟，这一个碟呢，听10遍。
是正法时期，一天能听十个小时经啊！啊，十个小时实际上他是听一个小时的，听十遍。他听到佛法的一句话，他明白了，他觉悟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说：“我就懂得这一句话，依教奉行。”那每天听一个小时的这就一门深入，这一个小时听十遍就长时熏修。啊，两个月这一部经听完了，听完了从头再听起，这样听了十年。我们知道，这种修学的方法是纯正的方法。一个人能够这样专注，中等人那种程度，3年到4年，他就得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人心定了。啊，我们能想得到，他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功夫成片呐！功夫成片就是最起码的念佛三昧，有这个功夫，随时可以完成。他想什么时候走都行，啊，阿弥陀佛都会来接他。啊，这个法门殊胜呐，法门太微妙了，人人都能做得到啊。啊，因为他有病，重病，这个病是他的增上缘。他要没有这个病，他有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听经了。啊，也是在家养病嘛。啊，万缘放下，什么念头都没有，听经念佛。得念佛三昧之后，他还继续不断下去，一直去做。啊，那么我们相信，再过30年，他开悟了。你们说他有没有开悟？没有听过的经，请他来讲，讲的头头是道，让听众大生欢喜心。啊，这就叫自在。什么自在？随时可以走。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啊，现在住的时间没走。你看他讲的，大概是阿弥陀佛要我在这个世间住几天表法吧，做样子给大家看看吧。没错，是这样的。啊，我在这一生当中学佛60年了，讲经53年了，因为一生没道场，都住别人道场。啊，居无定所啊，恒顺众生呢、啊。人家要求我讲什么经，就得讲什么经。啊，大概也讲了几十部经啊。啊，就像当年李老师的话了，老师有一次劝我，啊，他说你现在这样的方式，对自己有利，没问题，不能利他了。我向老师请教怎么理他，一定常住在一个地方，让这个地区的人
能够长期闻法，这是利他了。啊，给我讲，你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住在一个山上，十几年不下山，二十几年不下山，还有三十多年不下山，他就定在一个地方。这是对的，但是那要有福报啊，我没有这个福报啊。啊，成就自己，跟众生节节发愿。如是而已，我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没缘吗？啊，如果有个地方我都想定下来啊，但是缘要叫你离开，你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实在讲呢，也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里头有特别的缘分，那是什么呢？帮助这个世界化解灾难，促进社会安定。帮助世界走向和平啊，这是在这个时代佛弟子必须要做的事情啊，没缘我们可以不做，有这个缘就得要做啊，尤其是有很殊胜的缘分，在这种迫切的时段里，你怎么能不做呢？啊，我们讲经学习可以转到常识熏修，一门深入啊，所以我们从去年清明节把华严经暂停啊，来讲这部经，这部经能救眼前的危机，讲完之后我们讲第二遍，二遍讲完了讲三遍，我能活多少年我就一直讲下去，晚年给大家做一个样子，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只学这部经。啊，别的东西我不看了，一切应酬都完谢。啊，我除了这一部大经节之外，我只看印光大师文钞，这是李老师教我的啊，以印祖为老师啊，啊，这是近代专修专弘的一位大德啊，他的文钞字字句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坚定信愿，那也是保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必定生净土的好事情啊！啊，我们今天看到学明之理，啊，要晓得起心动念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还原观上看到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啊，
我们一个善的念头，眼前没有看到了，可能他方世界，哎，有很多人得利益。一个恶念呢，好像这个地方没什么事情，哎，他方世界的有人遭难。啊，像中医，你们现在听说你们有人在学原始点，啊，他讲的就跟佛法道理一样。你某个地方有病痛，但是痛点不在那个地方，痛点在身上另外一个部位。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也不如是。啊，这个地方没有影响呢，他方世界有影响，因为这一个念头是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接受得到。啊，我们只要专，只要放下，佛法的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放下见思烦恼，你就成阿罗汉。放下妄想分别，你就成佛了，你就发生大事了。全在放下，放下之后，自信的本能，啊，无量的智慧的能，它就慢慢现前。六种神通啊，如来设立了，不稀奇，每个人都有。啊，只是如来国地上它启用了，我们现在这十种能力浮在那里，不起作用。啊，浮在那里它有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它，不是没有。我们不知道，佛知道，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也是佛，他也是佛，都是佛。啊，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跟毗卢遮那、跟释迦佛一样的。啊，他们看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要相信。啊，相信自己本来是佛。观经上说，是心是佛，佛是什么？就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就是佛，用真心就是佛，用妄心就是凡夫。啊，我们有真心不会用啊，真心是清净，真心是平等，真心是智慧，真心是禅定，真心是慈悲，真心里头没有染污，没有分别。啊，希望我们呢恢复真心，这十种能力、六种神通全都出现了。我们再看第九，啊，第九，天眼之力，见众生呢，受生学报。生生死死从何道来，向何道去，以及善恶业缘，何苦何乐，无障碍之之力，这天眼啊，这个天眼是圆满的，一点障碍都没有，能够看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每一个众生你都能看得到。啊，他见思烦恼没断，他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他的活动空间就那么大。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舍报就是舍身，死了。又投胎了，受身就是投胎了。啊，换一句话说，
生生死死就是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里头啊，学生受生啊，他从哪一道来啊？又到哪一道去？人道不容易得到的，啊，你说人道寿命长短，啊，寿命短，不然，我们是生在紧急。如果你生在正界的话，啊，人的寿命最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少岁啊？84000岁。这人间的岁月，最短呢？最短10岁。佛这个说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平均年龄。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人在简洁寿命100岁。啊，的确，在那个时代里头，我们中国古籍有记载，啊，很多活到100岁、100多岁。啊，那么佛给我们说，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人寿100岁，佛灭度距离我们现在3038年，啊，那3000就减30岁，100岁减30岁，70岁啊！啊，现代人的寿命的这个标准的寿命是70岁。啊，有长的，也有短的。啊，寿命长的，积德修善，寿命自然长了，寿命也不是一定的。一切法都不定，啊，佛法也不定。佛没有定法可说，为什么？你的念头在动啊，动善念呢加分，动恶念就减分，天天都搞加减乘除，但是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所以你还是受寿命约束。啊，如果加减乘除的幅度大，就超越了。啊，善的力量大，善念头大，善的行为大，寿命自然延长。啊，了凡先生，我们大家都相信。啊，他自己给我们现身说法，给我们做证明。孔先生给他算命，那一年15岁，给他算6年，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算得准不准呢？20年当中，没有1年不准。啊，所以他心就定了，不再有妄想。有妄想没用处嘛，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他那一年跟云谷禅师在栖霞山，南京栖霞山的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同一个年头。啊，云谷禅师很佩服，一个凡人3天3夜不同一个念头。难得了，以为他功夫不错啊，向他请教啊。他说：“老实话，我没有功夫。
我是年轻小时候，孔先生给我算的命，20年了，那就说明他那年35岁，20年呢，一点差错都没有，就算定了。我还有什么想头？想了没用处。啊，这个说话说出来，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什么原因？你知道你自己的命运，你好好乖乖地守住你的命运。你看，没有增，没有减。啊，他没有恶念，也没有善念，年年跟那个命算的完全一样。所以，云谷禅师把命运这个道理讲解给他听。命运从哪来的？过去生中的。啊，善恶念头，善恶行为呀，那就是你现在一生的命运。命运可以改。啊，你努力断恶修善，就加分了，没有减分，加，天天加，大善就成了。一辈一辈上是很沉了，啊，这样一来的话，命运就变了。啊，云谷禅师教他，给他功过格，功过格的性质跟这个《弟子规》差不多。啊，它是属于因果的，里面主要内容就是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啊，用这个来断恶修善，啊，感应篇讲哪些不善的要断，啊，每天去检查自己有没有，有就把它断掉，不能再做，善的我有没有去做，没有要赶紧去做，啊，这个心一发。到第二年参加考试，啊，就不准了。啊，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是第3名，他考取第1名。啊，这一年收入增加了，给他命中算定的增加了，真有效啊。啊，不到一年呢，效果就看到了，他就相信了。啊，不但自己断恶修善，太太也帮助他断恶修善，啊，夫妻两个人一起修。啊，命运可以改吗？命里头没有功名，功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学位没有学位啊，他没有举人的学位，也没有进士，他的学位直到秀才啊，一考举人考秀才都考不中，考进士都考不中，没这个命，要命里有才行啊，他努力断恶修善，求功名啊，被他考上了，这命运没有的，啊，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命运没有儿子，发心跟佛菩萨求个好儿子，求到了，啊，命里的寿命只有53岁，他没求长寿，但是53岁那一年平安过去，活到74岁，延寿21年。那是这一生修来的啊，关键头一个是你要有信心，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啊。了凡先生为什么能改过自新？他对云谷禅师的教诲完全相信，完全接受，没有一点怀疑。
拿到功过过回家就真干。啊，功过过的内容就是感应篇。啊，云谷禅师把这个东西传授给他，你就想到，这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是一家了，就明白了。啊，用道家的方法帮助他了，就他境界并不很高。他并没有求了解大乘佛法，没有要求了解宇宙奥秘，啊，所求的，你看，求功名，求富贵，求儿女，啊，通通都能满他的愿。所用的方法正法了，它不是邪法了，儒释道都是正法。啊，他成功了，为什么许多人不成功？没有他的信心，没有他的毅力，啊，不肯真干。啊，了凡先生实在讲的是跟理刘素云的条件是一样的，就是六个字：老实。他要不老实的话，怎么能20年一点改变都没有？这就是他老实人啊，听话，听云谷禅师的话，听太上感应篇的话，真干啊，命运马上就转了。啊，我们今天不求人天的福报，我们把它看穿了，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终究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要费那么多精神，费那么多的时间去搞这个，错了。我们今天知道，事出世间，第一个善法是极乐世界，啊，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通通用在这上？啊，世间所有的不再去想了，什么都好。啊，这些顿饭有的吃很好，没有的吃也很好，不要放在心上。日子得过且过。啊，最重要的是有个清净环境，我能够听经，我能够念佛。啊，听经，刘素云是最好的榜样。我就听一部经。啊，为什么听经？因为自己有疑惑。听经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听经帮助我们转迷为悟。啊，我们的经典上讲的非常清楚，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啊，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两个一对比，我选择哪一个就决定了。时间非常宝贵，一分一秒都不浪费。啊，一年的时间能不能转进去？难，绝对难。那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
怎么不能转呢？盈科法师3天能转，我们不敢轻视别人呐。碰到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人，他进展的速度非常惊人呐。真放下了，放不下，心底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决定障碍我们往生，决定障碍我们的心愿。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要想在这一生成就，决定不再搞六道轮回了，那你就统统放下。在这个世间，活一天行，活2天也行，1年2年也行，随便，绝不计较。一切随缘，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实现的是什么境界？随时可以走，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留恋。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帝王家里面的别墅、花园，供养你，请你住几天可以行，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乐。晚上住在穷乡僻壤，我们先讲很脏乱的环境，他也没有嫌弃，不嫌弃，也没有觉得难受，这才叫大自在啊！为什么呢？没有分别了，没有执着了，随遇而安。这里头自得其乐啊！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善恶业缘，这是造作，他造的因。或苦或乐是他的果报，他造的善因，他来世得乐，生三善道；他造的是恶因，他来生是三恶道，他要受苦。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他们通通看得清楚。幕后的是漏尽之力，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能如实知，不受后有的智力。漏是烦恼的代名词。这两个意思，字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呐。我们这个茶杯如果破损了，有漏了，茶放进去都漏掉了，就这个意思。我们每一天修集的功德会漏掉，那哪里破了呢？
烦恼就是破洞。你看，你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你这些烦恼不把它堵住，你所修集的一切功德全漏掉了。啊，漏要是净了，那就是烦恼断尽了。你的功德永远不漏失。啊，无明烦恼，我们自己不能觉察，太微细了。啊，分别的烦恼，执着的烦恼，这个很像很粗，我们能够明了。对我们有害呀，没好处啊。什么东西能够不漏？禅定般若。啊，怎样才能得到禅定？禅定在静中是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心。啊，般若智慧是我们经体上的觉。啊，清净是定。平等是大定，啊，自信本定，就是智慧开了，啊，智慧开了，如来果地上这十种利用，统统具足了，啊，我们自信的全部就起来了，啊，这个能力是本有的。不是佛菩萨专利，人人都有。啊，六通三明，每个人都去说啊。啊，于一切妄惑，或是迷惑，迷惑全是虚妄，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自信清净心里都没有。啊，一切妄惑，无量无边。四弘誓愿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就这个意思。啊，佛为我们归纳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见是你的看法，思是你的想法，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错了，这叫见思烦恼。这个烦恼最初最明显。那第二大类呢，叫尘沙。尘沙比这个细，但是它多。尘沙是形容它数目之多。啊，你起分别，还没有执着，可见的这烦恼就轻很多。啊，执着就重了。啊，不但不能执着，分别都得放下。你的心才真的自在啊。每天就没事啊。古大德两句话说得好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
你不分别不就没事吗？真没事，这个不是假的，确实是真的。你有分别，有事，有执着，是你自己找的事啊。起心动念是有事，但是非常非常微细。啊，破起心动念，那是化身菩萨的事情。啊，我们还到不了那个程度。我们现在要干的就是见思烦恼。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看法、想法都纠正过来？八万四千法门无过于净宗的妙法，净土的方法太妙了，让你什么呢？让你看法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让你想法也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用这一句名号，用这一部经，把你所有不正确的看法想法全部把它转过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瞧不起乡下的阿公阿婆啊，他们每一天一串念珠，嘴里一句阿弥陀佛，一天24小时不中断，厉害啊，他没有妄想啊，念上个2年3年他真的往生了。你看他怎么走的，欲知实知，站着走的，坐着走啊，你问的经教他不懂，他没听过经的，他凭什么走的？凭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是什么？老实。福德是什么？听话。因缘真干。啊，你要问他什么叫善根呢？他不知道，他只晓得念阿弥陀佛。这念一句阿弥陀佛，善根福德通通具足，而且通通圆满。啊，他不认识字。啊，佛法里面是一规规矩，他都不懂。他只晓得这一句名号，而且什么呢？越念越欢喜，越念心越清净，越念心越踏实。啊，现在人心浮动不踏实啊，怀疑、忧虑啊。啊，尤其在现在这个灾难频繁，啊，还恐惧，啊，所以表现在外面的心浮气躁，啊，浮动，心浮气躁，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呢？不但佛法障碍了，世间善法也障碍了。啊，老师教学生，哪种学生可以教啊？啊，以前李老师跟我们说的，这上课课堂里讲的。能够接受一分的，教他一分；能够接受两分的，教他两分；能够接受十分的，教他十分。有能力接受十分，你只教他九分，你对不起这学生。他的能力只能接受一分，
你叫他两分是多余的。为什么？另外那一分的时候，他吸收不了。老师能不能看得出来？有功夫的老师能看出来。从哪里看呢？就看沉静。印祖讲得好，他有几分沉静心，真诚恭敬，他就能得几分利益。他要没有真诚恭敬，把他看作旁听生。他有没有成就，能学多少，不必去计较。他是来旁听的。真有诚信心，那老师真照顾啊！不照顾，对不起这个人呢。老师欢喜，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希望他的法有人承传，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个有意义啊。有价值啊，这一生没有白来啊。如果没有人撑船断掉了，你说有什么意思？所以古来的大德，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传人，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遇不到怎么办呢？写书啊，把自己东西留下去。希望后人将来看到的时候能承传他。做私塾弟子。只有这个办法。我们在这个时代也非常鼓励大家做古人的私塾弟子。譬如在最近，我们在讲经里面提到群书之要，现在印出来了。群书之要里面的内容，65种古籍，65种。我们就劝人，鼓励大家，年轻的学生，一个人学一种，通通学难了，太大太庞杂，学一种。他这一种里面呢，都是一部典籍里的精华，择录出来的，所以分量不多。要有耐心。你就学这部书，你比如学《易经》这个里头记录《易经》东西也是很简单你从这里入门之后，你就有兴趣了，你就可以研究全部的《易经》，一生当中就搞这一门，10年之后你是易学专家，易学大师，成就了。学书经的专门去研究书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中国要有65个这样的人，一流的人才出来，这个国家大治啊，那汉学就真正复兴起来了。群书之要是个引导啊。让你对你的产生兴趣产生热爱，你就成功了。20、30岁的这种年轻人，你有时间有精力你可以去投注啊，这个成就
是真实的成就，是伟大的成就。啊，是传承中国古圣先贤的道学。啊，一个人要学很多种就靠不住。啊，学上五种以上，你学的都是知识。为什么呢？你不够深入。啊，一定要转，就是一门。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就对了。啊，我以前有个天主教的朋友，要往生了。他初中毕业，一生研究一样东西，宋史，宋朝的历史，一生搞一门，他变成宋史的专家，讲宋朝历史。大概在这个时代他第一人。啊，宋朝的典章文武制度。啊，他来讲儒术家珍。啊，他是天主教徒。啊，所以一门也会有成就。你也会有非常出色的成就。你功夫下的深。大学里头，专门学历史的比不上你。啊，我们一生精力用在一点上容易，分散了就难了。学经教也如是，经教涉猎太多了。啊，那一定要融会贯通。啊，真正融会贯通的，最后还是归到皈依。我们看古来的祖师大德，到最后晚年都归到净土，都是念佛往生的。啊，宗门的大德，教下的大德，啊，学禅的大德，学密的大德，学戒律的大德，最后都归净土。圆融贯通了。啊，旺火还有习气，断习气比较难，但是习气不能不断了。不断习气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外面刺激，毛病又产生了，啊，分别执着又起来了。啊，所以最好住在清净环境里头，言不见而不闻，习气扶住。啊，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习气扶住，永断不生。到真扶住了，诸位要晓得。真扶住了，你没断。啊，小小的境界风没关系，你能扶得住。大风大浪的时候，你扶不住了。这习气又起现行，又起作用，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们一般人念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
忘乎是一时辅助，你才能往生。啊，佛不是叫你永断不生，那就断烦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人人能去得成，就是他不要断，扶住就行。你有能力控制他，不起现行，就是不起作用，贪嗔痴都能扶得住，没断，啊，他就能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慢慢就永断了。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的缘，啊，你比如说我贪财，到极乐世界贪不贪财了？啊，金银财宝都是建筑材料，太多太多了，遍地都是，谁要这个东西？啊，这里拿的黄金非常宝贵，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铺马路的。啊，我们这个地方道路是用柏油铺的，极乐世界是用黄金铺的。啊，大地，琉璃地。啊，琉璃是什么？我们讲翡翠。最好的玉，绿色的玉，透明的。西方就是地，大地是翡翠。我们现在翡翠是宝啊，比白玉还珍贵啊。啊，在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泥土，那谁要的？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看成宝贵，是因为它是稀有的，它太少了。啊，宝贵它，极乐世界太多了，遍地都是，所以你一点都不稀奇了。啊，所以贪心生不起来。啊，极乐世界人人都有理。人人都谦虚，傲慢生不起来。啊，每个人都是柔和制止，嗔恨生不起来。啊，所以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到极乐世界通通生不起来。啊，它不是这个环境。我们要不到极乐世界。要断烦恼，要断习气，谈何容易？啊，就凭这一点，我们不去不行呐，不能不去啊！啊，这一句话真正做到，只有到极乐世界，与一切妄惑习气永断不生。啊，不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是决定做不到的。能如实知，不受后有，不受后有，不再投胎了。啊，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如果说不再搞六道轮回了，阿罗汉就办到了。不再搞十法界了，那都不用妄心才能做到。也就是说，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就做到了，不再到十法界了。六道是内凡，六道之内的凡夫；设法界呢是外凡，
六道以外，他还是凡夫。为什么？他还是用阿赖耶，不过用的正。我们六道里头用歪了，用偏了，所以就变成染污，严重的染污。四圣法界全是学佛，他们完全用佛法做标准，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所以他们心地清净，这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但是没有转世成智，所以还是凡夫，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转八识成四智了，他就是圣人了，真正圣人。他往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是真正成就了。他到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里面三种烦恼都没有，无明断了，尘沙见死，连习气都断了。他还有一点的说，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这个习气作用不大，没有什么大障碍。所以在极乐世界，在十宝庄严土，在那边要住上三个阿僧祇劫。为什么？三个阿僧祇劫之后，无始无明的习气完全没有了。要用时间把习气淘汰掉。习气真断了，就证到妙觉如来，回归常寂光了，真正大圆满。这个不受后有，包括一真法界，他还不会来呢？会来。佛菩萨没有不慈悲的，众生有感，他就有因，无论在什么地方应化身，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不就退转了？回归到常寂光，绝对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怎么会现身？这是自然的。佛举了个比喻，譬如我们敲鼓，我们敲鼓的人是有心，敲它，它就有声音响出来，他并没有思考一下，他敲我。我要回他回应声，他没有，自然的。那么证得常寂光净土的这些诸佛如来，叫妙觉如来，就是这样的。十方世界，无论是十法界还是六道，众生有求于他，求佛菩萨帮助我们，他就有。众生的念头，才动念头，那一边就收到了，他就有感应了。那我们晓得了，有人求感应，很明显，有人求了没有感应，这怎么回事情？他通通都应了，
有感应的时候，接收的人他没有障碍，这叫感应现前。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虽然接收了，他是来了，我们看不到他，我们没觉察到，自己业障太重了，业障碍住啊！啊，所以业障要消啊！啊，怎么个消法？消业障最好的方法还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是妙极了。啊，怎么样铲除业障，都不如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能把业障清得干干净净，怎么忏的时候都还留着有渣子，都还搞不干净。这要对经宗真正相信，一点怀疑没有啊！所以真正念佛人，念上个半年一年，他的感应就不可思议啊！这个法门千真万确，是知难行易啊！真干效果真不得了啊！我们记住，迎客法师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再三天就往生了真心啊，真没有疑惑啊，真干啊！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他是乾隆时代的人，啊，跟彭继谦居士同时代。啊，这一位法师了不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著作非常丰富，啊，日本万字序藏里收他的东西收了20多种，啊，大概他的著作有50-60种，啊，我看过目录。啊，他住的楞严经、楞严神咒，他把它注解了。这是所有住楞严经的人都没有注解神咒，他连神咒都注解了。啊，他告诉我们，众生遇到灾难，所有的佛法，啊。大小乘佛法、密宗的神咒都失效了，你的罪业太重了，都没办法了，都失效了。最后还有一门能救你，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威力了，超过所有经教，超过所有的忏法。啊，三世心念也是忏法了，随路发挥也是忏法了。啊，大悲忏啊，这个华严忏啊，通通都是忏法了，都不如这一句佛号。没人相信啊，所以遇到灾难还是去拜忏的，费多大的劲啊，只是效果不彰啊！他如果知道这个秘密，相信这个道理，啊，遇到灾难一心念佛，啊，这就好了。啊，我们以前看。山西小院那个碟，那不就是这样的吗？啊，我们看刘素云的报告，不就是这样的吗？他那个红斑狼疮比癌症还严重。当时医生告诉他，
你心理上要有个准备，你随时会死亡。那不是两个月、三个月了。可是刘素云很难得，他没有把生死放在心上，他只把佛号放在心上。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念佛可能也差不多有十个小时，他真干了。几个月的时间，他病就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身上连个疤痕都没有，这医生感觉的奇怪，这种病好的时候一定有疤，有疤痕，他为什么连疤痕都没有？那就是说明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疤痕。他把清净心念出来。把平等心念出来了，这个功夫就相当深的功夫。若不是四意心不乱，也是功夫成片的上上品。他才能真的生死自在。在这个境界里头，他看万法一如，没有欢喜的，也没有讨厌的，真能随缘，真放下了。这是修净土当代最好的榜样。学他这个方法，没有一个不成就。就是有毅力，有恒心，不改变。这个方法我就修一辈子，我这一辈子就干这桩事情。事先给大家看看，真正知道自己不受后有，诸位要晓得，往生极乐世界就不受后有，哪怕生到边地夷尘都不受后有。为什么？再不回到六道来，不回到十法界来。这个法门过去祖师大德都赞叹为世尊一代十教第一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无为者乃是无为，又是无所谓，这都是名词，一个意思。化他之心不切，名无为，没有恐惧。今所执者呢，是佛之是无为，如来果地上的四种无为。虽然前面我们学过，我们不妨呢再多学一遍。三藏法术里头，我们把这一段借出来了。这个文
是大智度论里头的。啊，此四下面的四种，第一个是一切智，第二个是漏尽，啊，第三个是摄障道，第四个是摄尽苦道，这四种都无所谓。啊，为什么无为？他真清楚，真明白吗？这四个课题都非常之难，非常的深。佛清楚啊，一般人说不出来呀。你看看，有佛涉猎之智理中，前面讲的十种智理，没有这十种智理不行。啊，明了决定，这智慧也。啊，我们回向偈是愿求愿得智慧真明了啊！啊，故于大众中，凡有所摄，则无恐惧之相，故名无所谓。如果对这件事情知道的不很清楚，你在大庭广众啊说，怕人家问啊，一问你们就问倒了。啊，那就有恐惧了。啊，这种情形有在香港还挺多的。啊，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也是我离开台湾，在台湾之外的地区第一次讲经，讲楞严经，啊，而且时间呢是4个月，啊，那个时候他们给我办一个签证，邀请我到香港讲经，香港移民局批准4个月，住满4个月，楞严经没讲完，讲了一半。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我到这里来，住在常怀法师的图书馆。到达的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在一起喝茶，告诉我，哎，是净空法师，他在香港讲经不容易啊，你心里啊要有个底子。哦，我说这边情形怎么样？香港人不听经，没有听经的风气。啊，他们来听经2天，头一天开经他来听，最后一天圆满他来听，当中不来。啊，他说你要知道，你那时候刚刚出来嘛，你也不出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法师。啊，可能呢，常常讲经没有人来听啊。我是这样的呀。我说不要紧，没有人听啊，有桌椅板凳排在那里，他们听就可以了。啊，我这个一回答常会长，哦，你有这个本事呢，不错啊。不要人听，桌椅板凳也可以听。啊，我还一样照讲。那是那这样可以。啊，没想到第二天开讲的时候，真的人坐满了。这一会是天天都坐满。张法师，你的法缘很不错，太难得了，从来没见过。啊，有名的老和尚到里面讲经都不行。啊，当中听经人很少。啊，都不像我说天天好像都走满。
这法缘殊胜而且还有一个是麻烦事情呢，专门有一批人找法师的麻烦，他们听经听完之后提出问题来问，要把法师变到不能回答让你很难为情的下来。这有这么一批人，他告诉我你要小心多少法师到这里来被他们问到之后很难为情这个就是有所谓也叫我要小心呢。那么这些人来了没有？来了，没提问题他告诉我是哪几个常常找麻烦的这人不但没找我麻烦呢，还大家联合起来请我吃了一顿饭所以楞严经呢，他们要问呢，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不害怕因为我学楞严经在台中复讲过一遍李老师星期三讲，我星期四复讲所以老师在台中讲一部楞严经讲得圆满，我也讲了一部圆满的楞严经经过我们同学的印证我们进修班对吧我在台中学10年，7个朋友7个同参道友10年在一起每一个星期一个晚上3个小时我们复讲，一个人复讲6个人听，讲完之后研究讨论我们下过这个功夫所以疑难的问题我们都曾经辩论过有这么一点基础那么我到香港来之前在台湾讲楞严经大概讲过4遍，所以这个经书也不敢疏忽，白天读经看注解，晚上讲经2个小时2个小时实际上是1个小时，有广东话的翻译，翻译去了1个小时在香港2个月后面2个月呢在这个香港九龙2个月，戒贤戒良常怀法师，后面2个月在光明讲堂跑马地南唐道光明讲堂寿野老和尚道场，所以后面2个月在那边讲，听众都是那些老听众后面2个月大家要求不要翻译了，都听得懂的我讲的比较慢容易听，所以后面2个月就不用翻译了，我说话他们也懂，他说话我也懂我们就可以交流了4个月讲完，时间到了我离开了正好讲一半楞严10卷讲了5卷这是讲到无所谓也，没有充分准备，要提防别人找麻烦，故意来问难这是学讲经的法师居士不能不知道的
这些事情过去在台中李老师都交代我们了。我们用什么态度呢？要谦虚，要恭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向别人请教，要有礼貌，不可以公告我们，这就对了。人不是圣贤，我们没有开悟。当然有不能回答的东西。虚心请教就好。好，今天时间到了。